嗨，午安。哎呀，你家里今天好早哎，非常早。等我一下下，给我五分钟。嗨，好，我就可以回你们了。因为改上班时间哦，真的吗？所以你今天直接上班，你还会不会就是播到一半，你又突然跑去上班了？这穿着也太夏天，是不是热到了一个不行？当然要无袖一下，偶尔呀，偶尔无袖一下。原本现在是中场休息，但是要弄其他事，改成四点半上班。哎呀，还是会啊。那平常都是这种，为什么刚好我播的时间，我播直播的时候刚好你都会改上班时间啊？那么刚好。我看一下，谢谢柠檬哦，柠檬来了，柠檬，谢谢柠檬人的康乃馨，康乃馨已经过了，现在可以送康乃馨了。也就是没办法看到快结束，没关系。不过至少如果改上班时间，适合看的时间会比较久，对吗？擦个口红了，不然看起来我没气色。不错不错，虽然我觉得等一下又吃掉。午安，明晶。午安，北原神推，午安，午安，乐乐，我们同时说了午安，谢谢北原神推的双子宝宝。但是我那个主题不是用双子宝宝。好好吃，怎么回事？如果是原本正常时间。我大概可以看到五点多吧。可是你说四点十几分还是什么，不是要会去上班吗？我看到你上面写的啊，谢谢夜雨苍神，夜雨苍神第二次来看我直播，我印象。卢卡是来的吗？卢卡，午安，卢卡好早哦，平常这个时间好像都没什么人。我现在有点刚睡醒，因为没办法转，脑袋转太快，所以说回讯息会比较慢。你的口红好粉啊，没有，其实差不多淡而已，而且应该是被我吃掉了。这什么音乐？今天的嗡嗡台是化妆台吗？没有啦，不是，你那段时间没有看我补口红吗？我只是吃一吃，可是发现就是看起来没血色，像病人，所以想说干脆补一下好了。小可爱，小可爱果蔬，为什么你现在挂小可爱的名字？小可爱是谁？总算开了，好了，我要出门去剪头发。为什么我开了你要出门去剪头发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果蔬，你要避开我直播的时间。谢谢米欧的双子宝宝。今天吃什么？如那个刘家说，我今天吃炒饭，非常大碗，又是一人两人份的炒饭。卢卡吃过没？卢卡，不过现在这个时间应该也都吃过哦。你这卡喉咙，你们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有个重要的讯息。
怎么？好了，好，午安九蛋，还有黑流星、为什么今天意外那么多人？不是礼拜一吗？奇怪，这是俗称的忧郁的礼拜一。哦，没看电风扇有啊，我上次有一次直播没看电风扇，那个整个脸都涨红，超热，热到怀疑人生呢、欸。国树说没有，我在等你开台看一下，之后再去剪。因为下午太热，不想出门。你挑在这个时间出门，你还好吗？而且我现在看一下天气，还好吧？今天太阳很大吗？没有比前两天大吧？这个时间刚好可以出门，就是大概4点5点傍晚那个时间，稍微会凉一点，又不急。你今天应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你就可以下午再剪。上次我突然中途早退，你应该没发现吧？其实我看得到啊，我头上有很多就是。人个头贴，就是看得到现在谁在里面，谁不在里面，所以我都会有时候看一下谁在里面哦。不要以为我不会看哦，开玩笑的啦。嗨，季风亮，午安，还有阿贵仔。看看，你好，嗡嗡你好，嗨，少凯你好。你看今天他就说嗡嗡也是口红颜色好好看，那我如果不擦，你会不会说我口红颜色好好看？你可能不会发现，对不对？我在台南吼大太阳，嗯，好像也是吼，不管到几点都一样大太阳。那我看你今天别出门了吧，哈哈，你可以到冬天再剪啊，然后冬天也会大太阳哎、欸。那你可以到梅雨时间剪啊，就不会有下不会有太阳的问题了哇、哦！我超会精打细算的、欸，就头发留到长到一个明年的梅雨节这样。乡下地方理发厅直到晚餐前，然后这么真假的，所以就是再晚一点，比如说8点，哎不对啊，台北也大概就是9点时间，可是9点已经蛮晚的，9点以前理发院才关，9点差不多卡在9点，除非做客人做比较晚，你可以跟那个啊理发院阿姨说，阿姨等我啦，我晚上再去啦，反正他们都是加那个乡下理发厅，哈哈哈哈，开玩笑，如果是关系够好，可以这样子，怕爆。少凯说：“嗡嗡穿背心哎、欸，对啊，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。我出门通常都还是穿长袖，可是热到一个不行，我连睡都流汗哎、欸。我是觉得没有到开冷气要开冷气的时间啦，所以说现在还是吹电风扇。”国树说：“会哦，你不擦口红他也说好看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就说吧，他的那个。”打招呼洗手式就是嗡嗡口红好好看哦，我之前还会觉得是真的口红好看，所以我就每次擦，就有时候不擦，他也说嗡嗡好那个口红好好看哦，我就我没有擦哎、欸。阿哲说，今天其实没有那么热了，对啊，比起前两天来说，前两天大太阳就出门真的是会被晒到跟牛肉干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不要，我4点出门好了，决定了，你知道4点是半个小时之后吗？你要不要干脆3点半去剪完，然后剪完还可以来看我直播哇！帮你打算好了，硬要逼你来看我直播，哪来这种直播主？米瑶说：“我现在戴2个耳机，一边看表演一边看嗡嗡。你是说戴2个不同耳机吗？还是你这个同个手机、欸？不能啊，手机不能做两件事情，对吗？你在看什么表演啊，米瑶？”少凯说。高雄天气很热，台南天气也很热。国树就是在台南是吗？台北现在还好哎、欸，我现在看一下那个，就是给我整体的在家里的感觉啦，就体感温度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到前两天那么热，而且太阳没有那么大。
米妖说，我在台南的学校冷气的教室里，现在已经开始开冷气了，学校可是你们会用那个吗？学校 BB 卡，就是它有一个购买，就是你没有储值你才可以刷，然后你才可以开冷气。因为我们以前的学校是你要大家一起储值，就是丢一点钱出来，然后储值那张卡你才可以吹冷气。哦，刚刚老灰啊，狼一滴卡喉咙，弹卡喉咙来搞什么？一定是我昨天吃辣的关系。汪汪跟其他成员拍的抖音影片好好看，哦，已经上传了吗？这么快？我等下去看一下是哪一支，我都不太记得我到底拍什么抖音影片。米家乐说：“汪妈这么会料理，汪汪有学起来吗？”当然哦，不然我怎么做便当的？没有啊，其实应该说小时候会偷偷学一点，可是做出来的东西口味是截然不同的，就是有不同感觉啦。米妖说：“一次听到两个声音，好奇妙！你这样子不会错乱吗？因为表演应该也是都是充满着声音吧，就是不像跟我直播一样会一直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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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脑袋超混乱的。”米嘉乐说：“主持汪汪口红形容词好好看，谢谢，我知道。那你可以把口红拿掉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会觉得更容易理解这句话。”他搞不好已经不在里面了，我看一下。欸，我上次早退，主要是我突然头痛加头晕，不得不提早先下去睡觉。欸，我下次是开，欸，上次是开什么时间？晚上对不对？傍晚的时间。我那时候好像有 Q 到你吧，可是那时候你没有回，我想说那你应该不在里面。你可以看回放，应该是有 Q 到你。午安，熊毛，熊毛，午安。我剪头发骑车要十几分钟啊，这么远的吗？那也太远了吧，十几分钟大概已经就是可以从，好像也还好，因为骑车通常都比较快，而且你们现在台南会塞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问这什么笨问题？三点怎么会塞？要去剪习惯的店里剪，你这是要剪极短发吗？国树，谢谢国树送的荧光棒。嗯，米又说表演内容在这里不好说，会有点尴尬。咦，是我想的那样子吗？不要讲出来，等一下被 ban。米嘉乐说。据说有台风雏形了，这几天要看看会不会成型。对，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已经没有见到台风很久了。以台湾的天气或是前几年的经验来说，已经开始台风要大量的形，你们大量就是密集的形成了。这个时间不觉得吗？差不多啦，可以开冷气啊，可是要开窗户戴口罩。我们是用班费出哦，也现在也都是冷气卡，对不对？我想也是，这样子是比较公平一点，使用者付费的概念。国树说：“你这老人啊，卡痰正常。”我突然觉得呢，国树嘛，你现在还是先去剪头发好了，剪多久就算了。反正我现在看到，我现在看到几点？五点半，没关系，你就剪到五点半六点，然后我就下播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国树，不见。嗨，草莓讲午安。米欧说：“我怕在这里说了会被那个表演的团体，那个表演的团体会被出境，不会吧？
不会吧？但是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猜看。我还是别讲好了。但是我大概知道这个表演内容会是怎么样，那么母汤，你才讲不出来。国硕说三点应该没有地方可以塞，对，我刚才讲了一个非常白痴的话，说三点会塞吗？哦，当然不会啊，只有六点的时候才会塞。嗯，我把笔电关掉，反正快放学了。哎，对，你们现在已经在学校没有事做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先就是等放假，对吗？嗡嗡哥想的跟我是一样的吗？应该是一样的吧，只是我们没有讲出来，就是心有灵犀通电一下这样。黑有心说，你上次不是开五六点时候，那天我从六点半睡到隔天早上起来上班。哦，对对对，差不多比今天再晚两个小时开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天有没有聊到工作的事情齁？好像很多人都是早上就是睡一个早上的，然后时间作息比较不太一样。其实这个时间开也是大概你们要上班的时间嘛？哎，没有，你们休息的时间，然后晚上才要上班。嗯，好辛苦哦，辛苦辛苦，学妹，辛苦，辛苦辛苦，非常的隔空感。米加勒说，今天浪波卡，浪又出问题哦，是我卡还是整个大家直播进度卡？哎呦，只有一个人卡，那应该是手机问题之类的。有时候更新就好了。嗯，我是说，我不会卡呢，我三不五十卡几秒钟，你要不要重开啊？你可以重开进来，你知道很多人都现在才进来吗？搞不好是重开，要先去上课了。呜，嗡嗡拜拜，等等见，等等见，大概是下一个下课时间对吗？嗯。呼，不然我不要讲的这么明显。我在看塞纳河，塞纳河，塞纳河是什么？塞纳河，塞纳河。哎，我现在发现 Google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有什么不懂我就查它。浪漫的塞纳河，只有出现法国的河，没有其他的东西。嗯，这时间真的大，是大家又上班又上课啊。对啊，但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去剪头发？就你最不一样，大家都说啊、哦，我要去上班了，我要去上课咯，就你，我要去剪头发。少凯说，剪到五点半，国树就头发跟胡子先都剪完了，他头天就是换了另外一个人，就直接变成都没有头发跟胡子的图片。我就想说这是谁啊？如果你把名字换掉，不叫国树的话，我可能会认为是新粉丝。嗨，桃花哥午安，还有 DJ One 午安，没卡吧？柠檬儿说，对吧？应该是只有那个米加勒现在卡，你重开进来呗。嗨嗨，我的嗡嗡，嗨嗨，我的桃花哥，现在大家的起手势都变得怪怪的。嗡嗡，你的口红好好看。嗨嗨，我的嗡嗡，我喜欢。米加勒说手机太烂了，该换 iPhone 100了。iPhone 100大概是我们已经做仙之后才会有 iPhone 100吧，现在才11耶，孩子还要出大概90几代。那时候不知道 iPhone 那个 Apple 还在不在，我说过了可能100年之后吧。不会卡，对吧？米加勒卡而已啦。某偶像团体，我打塞纳河之后，法国塞纳河哎。没有啊，那我打塞纳和偶像吗？偶像 ，SNH48 是这个吗 ？SNH48 从提到的塞纳和是什么？我看看，是这个对不对？应该是跟这个有关吧？是，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啊，看起来不会怪怪的啊。看起来是正常的东西。就你最特别，班长口气，就你最特别。那团标题比较好，我真的不懂，
你真相了，但我真的不能讲太明显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真的，我现在查只知道 S N H。啊，懂了啊，哦 ，OK， 好，我不提，懂了。那么刚好今天等等下班也是要去剪头发，我大概有半年多没剪头发，你是不是头发留比较慢呐、啊？不然男生我看一两个月就要去剪一次、欸、不然他真的会长到刺到耳朵不是吗？就很多男生都是这样子，很快剪，长得好快、欸、非常的快，时不时就看他跑理发院。没有时间也是一点啦，有时候可能下班时间那个理发院全都关了。不卡啊，我开流量都没卡哦，那就浪了。你看米家那个表情，就是只有他在卡而已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讲那么硬，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我故意不说你在哈喽，我会出气的大家。我不知道没，我刚才想说，我还念出来，我想说，没有哪里不对啊。我后来想想才，现在才发现，我现在脑袋转比较慢，我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我知道，好了，不说，没有啦，我讲的好不好？是我讲的，不是你讲，不是米欧说的，不是你讲的，是我讲出来。OK， 那有锅。可以不要突然那个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吗？我关掉就是了。关掉。还真的给我空气凝结，各位。算了，你们都不留言，那我就回我的讯息。生气。播个 restart point， 好。播报，这个尖叫声吓死我了！老孙留言了，我在烤面包，所以没留言。这么享受的吗？下午茶的部分是吗？下午茶，我现在才吃午餐。等一下我也起来吃面包，我也买了一个蓝莓面包，我以前超爱的蓝莓面包，就是夹心然后很厚，四个长方形的粘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你们看过，就是勾扎饼的面包，超好吃的。海豚说：“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你们是五月天吗？刚是想要组一个五月天就对了。是我说错，为什么变成你们不说话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……哦哟，没有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跟世界道歉。我就是全地是我把它念出来，而且我没有及时反应过啊。Sorry， 我的锅，算我的好吧，不算米，不算米优的，不要促进他。我的锅。”有心说就是不舒服才去剪的，自从那个病毒不敢去剪，现在还好，已经28天什么零确诊对不对？28，我看图表上面写是还好。如果你剪完你就全身全回去洗澡完就没事了 ，OK。不要再碰眼口鼻，然后去完去洗澡，你就发现你很安全 ，You are safe。柠檬儿说。没事啦 ，QQ， 你们最好了。真的不能看到什么就直接念出来，要先反应一下，然后再想一下这可不可以念。黑柔心说是留言没跑出来吧？没有，我刚刚真的的确是，是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刚刚是真的是没有，短暂的大概几秒钟没有人留言。我也是吃午餐啊，
最后面包会饱啦，面包是我的点心，你拿来当午餐吃哦、喔。皮小，而且你知道吃面包很快就饿了，我每次早上就是想说方便，不想要买什么饭团，就饭团很麻烦，不然就是买早餐店早餐，我就去买那个超商的面包，甜的面包，然后吃了之后，大概过一两小时，我就开始觉得哇，怎么好饿又好累啊，就是没有那种续航力的感觉，我不如喝一瓶蛮牛，就不要吃面包了，你知道吗？崩溃中，邻居装潢钻地板中，哦，那声音很讨厌呢。可是那个也不会持续太久了，因为我常常就是听到，就是楼上也会钻啊，或是楼下也会钻，或是旁边隔壁也会钻。可是钻那一下下就还好，就只是钻个洞，可能是要放家具上去之类的。米嘉乐说：“昨天有新增本土案例吗？听说昨天没有新增的话，没有新增的话怎么？没有看完你的。”等一下留言就爆炸多，就是因为我在那边嗨说没有留言，然后突然留言就变得好快哦。嗨 ，Lori， 下午安，爱的目光锁定我。阿祖、阿丽、祖祖台经常提嘛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他们是提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要讲这个话题好了。我觉得越提越奇怪。你家就说，多人活动有机会解禁，对啊，应该吧。但是我觉得台湾应该趋近于平稳了，已经开始要安全期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吧。但其实老实说，我们已经活生生戴了口罩好几个月，已经很习惯这件事情。如果不戴，反而会很奇怪，而且。我以前在疫情前的时候，每天就戴口罩出门，所以我早就疫情来了，规定那个要戴口罩才能上大众运输的时候，想说哈哈哈，早就习惯了。国树说：“我吃烤面包配自己煮的泰式奶茶。”哇，你会煮泰式奶茶哦？有没有配方表？国树版配方表，我来做一下。我超爱泰奶的。Restart Pointer 播起来，重新开始。这首是什么 ？Memories Memories。我是顺着播的啊。米欧说：“等一下再去练个 Less Dimension。”哎，跑掉了，因为我放学要去练舞，不能看。你要练这个的舞吗？你不要练什么 Idolish Seven 的舞吧？当然要先想一下才说出来啊！哦哟，不是嘛？刚刚没有想那么多，我看到就是后面有接 48的，我当下反应是以为是姐妹团，然后看一下，不对，他不是，就不能。我补习班隔壁上课时装潢了两个小时，好吵哦！之后那声音会让人家头很痛耶。小一午安。米优说很棒，就让他顺播吧。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播到什么，不知道什么歌曲耶。老实说，我只知道我 YouTube 如果放在这边一个小时不动它的话，它等下会播到宝宝频道，很恐怖的。米优说，上次是不是有一首我点的但没有播到？有吗？我的本子上面看有没有写。小，我记得好像都播完了呢，还是剩一两首而已。啊、好像有这首最后一首歌叫做等等，这首 Trigger 最后一首歌把它播掉。上次听到 Mary's Melody， 问我就你快出念榜广播了。其实我那时候念两首歌，我念超久的。这个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洗机在上厕所，对吗？来了，这首歌送给你，还给你一首歌。Hello， 林中庭，点歌，林中庭每次来都点歌，当那个音乐台来点播。你就是太看得起我，太高抬我了。
泰式奶茶就买泰式茶叶，煮好就加牛奶啊。哦，还有那种分泰式茶叶的、哦，就是那种香料茶叶吗？好酷哦！泰式茶叶会有自己的味道，所以他们泰奶都是这样做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自己泡菜泰奶就好了，我还不出去买。没有，我们这组这次练的是安。好，Night， 所以你们真的会跳他们的舞哎？是社团吗？还是什么？国中现在有社团吗？台湾人平常就有戴口罩的习惯，疫情才能很快就控制住。对，平常就蛮常戴口罩的。可是，好吧，我本来想说，听说日本也会有戴口罩的习惯，可是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么早及时发现吧。就是，台湾之前有经验呢。所以说不敢，真是不敢轻忽。他就是所有什么施政的非常的及时，非常迅速，然后强制严格规定说大众运输要戴口罩啊，然后保持社交距离等等的，就是非常的及时反应。我很高兴我是在台湾。这首就是小麦面甩起来。等一下我的 Last Dimension， 我先把它那个放在我的 YouTube 上面，不然我等一下忘记。我一定忘记，如果没有写的话，我一定忘记。好，渐渐被你吸引，纯音乐版，真好。有纯音乐的话，我就可以，就是不被歌词影响的讲话了。被你吸引，纯音乐版。是 piano 吗？你要说有啊，我是 cosplay 研究社，所以你们主要都是做 cosplay 吗？所以你们是要 cosplay 跳舞？我是说，不知道呢，应该都是这样组就可以了吧？其实可以上网找配方，如果有点懒而已。我没有想到说我会有人真的自己做泰式奶茶、欸。我再来喝完我妈的煮的绿豆汤，爽，好好哦，我也想喝，我也，我喝水，我等一下喝个沙士好了，表示暂时代替绿豆汤。哇，绿豆汤真的是清凉消暑的夏日神品，啊，绿豆汤真的超棒的，还有仙草，我觉得仙草大于一切，仙草还有爱玉，超清凉消暑的，我可以吃掉整锅。我可以去查一下偶像梦幻祭的 Night 香，可是那个不是男生的团体吗？是吗？欸，我有要你看过 Night 吗？没有，你没有要我看过，你只有要我去玩偶像喜悦，可是没有跟我说 Night。 闭眼睛吃炒饭，这么美味是吗？非常的好吃，就是虽然我现在已经把一个人份吃完，剩另外一个人份了，这碗真的是大到一个很夸张。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炒饭。真享受。少凯说，国术下午茶真丰盛。
它是午餐啦，他都说是午餐。你等一下一定很快就很饿，我跟你说，你大概晚餐就会吃一大堆，非常的多。对，我那样只是拿来提牙的。我说一杯太奶再加一个吐司，还是面包吐面包面包。面包午餐不是下午茶，对吧？那么少，我等一下还会再吃一个面包，当做就是我的午餐呢、欸。我现在吃完一碗饭，我等一下会吃面包，饿死我了。不是，是另外一首，我看一下，是那个哦，可是它直接是交响乐版的哦，纯音乐版，然后很多人物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你自己 PO 的，我看到了，上面写林中庭，我YouTube上都可以看到你的名字。你应该放了不少音乐吧？我等下去你的歌单里面找就好了。嗨，明仔午安。绿豆汤加薏仁，啊不行哎，绿薏仁我不行，我觉得薏仁好吃起来很厚重的感觉，我不是很喜欢薏仁。虽然它美白，难怪我这么黑，因为我都不吃薏仁。薏仁水就可以，薏仁浆也可以，就是吃薏仁我会四神汤里面薏仁我都把它挑掉。啊，我觉得这那个是邪教，四神汤里面的薏仁真的是。怪怪的，不喜欢。我觉得薏仁就应该要甜的。喜欢古早味的塔瓦哥说，我超爱的啊，我超爱古早味的，就是古早味食物。什么？你可以讲讲看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要举的例，可以举什么例出来。米优说奈茨真的很香，想知道温温会喜欢里面哪一个。你说光盐吗？那我必须找一下他们的图片，看谁会看谁的盐比较 get 到我的点。嗯，我觉得银发那个哎、欸，银发那个是谁啊？我光看照片的话，我觉得银发的啦，真的好，我觉得是银发，一定是他。看好多照片之后就觉得应该不会看走眼。冬天红豆汤，夏天绿豆汤，那春天呢？春天春泥汤啊，没有啦，红豆汤。可是冬天其实选择也蛮多的，什么姜汁地瓜汤，什么有那个东西吗？姜汁地瓜，然后。哦，我现在想到就想吃。我昨天晚上才吃一碗叉冰，今天再叫一次叉冰。我冬天也会吃叉冰，其实不分季节的吃。林中庭说：“渐渐被你吸引，纯音乐版。”上传者是林中庭那个，我有看到，我刚才把他喊出来了。你想说是自己上传的、啊，所以你等下点歌的话，我就直接在那个你的歌单里面找就好了。然后阿哲要点 A A A， 哦，我打 A A 就有了。这首歌相当的红吗？哇哇，这首歌。9550万次订点阅耶！哇，而且是六年前的，你敢信吗？喵咻，吓死人了，太夸张了！以前获胜的数字真的是很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食量很小啊，只是我不运动，所以很胖。哈，可是我其实不运动。我觉得运动反而是占70%是饮食哎、欸，还是你吃的都是吃那种面包或是很容易胖的精致淀粉啊？那个就很难讲啊。你说的食量小，其实都是吃甜的或是喝饮料、手摇杯，那一定容易胖。我真的觉得运动只是辅助作用，做这个占30%而已。看
看一下，刚刚有人提到岳母，岳母炒饭功夫了得，非常的非常的，就是我觉得比外面卖的都还好吃，外面都只是很重，如果是重口味都只是很重的酱油味而已，可是不一样，这不一样，被我吃到是这样子，虽然看起来是很多，但是我已经吃掉了，它刚是这样子，就是到这边，然后铺满满的。你叫他问，我们会因为我们点什么样的歌而去想象我们的模样吗？不会，因为像是我举例，像林中庭他会点很多不一样的歌，那我要怎么去想象他？就是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，而且你去想也没有意义啊，因为毕竟一定不会跟你想象中的是一样的。像如果我今天跟你说我喜欢听 metal， 我喜欢听金属乐，你可以想象到我是什么样的女生吗？如果没有看到我的脸的情况下，对不对？那很不准。我只会想象说你们平常生活的个性，或是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东西，这个会比较准确，而且就是可以有参考价值这样。海豚说：“摸摸每天午餐都这么晚吃的吗？就是我刚起床，我就会吃我的第一餐，所以我代表我刚起床。除非我今天跟你说，我已经吃过早餐了，代表说我今天早起床，但是我刚起床。”林中庭说：“艺人很赞诶，那是大颗的艺人，所以艺人有分大小颗吗？小颗的我可以，就是那种这样子圆圆，然后就只有一条线的，是真的。”变三神汤，所以四神是里面的料的意思吗？薏仁、肠、小肠，小肠。有莲子吗？好像没有莲子，对不对？忘了。它也没有满四神，没有到四个料吧？你要说银发叫赖明全。出他的朋友现在在我旁边哦，真的吗？不然你出谁？他真的很不错哎，他是我猜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说如果论这个二次元的，是二次元嘛，对的外观来说，我会喜欢他的那个感觉，给人家的感觉吧，就是有自信的那种笑容。查一下，有点兴趣。春天皇帝豆排骨汤啊，赞！要加香菜，不用那么认真回答我，我只是在随便讲的。我说春天的汤的部分，乡下地方就是可以依照季节在吃三餐的。可是你们夏天，乡下的话，不是一直都是天气很好的状态，就是都感觉错觉四季都是春天或是夏天的状态，冬天也不会太冷。春天竹节母汤什么？桃花哥？我怎么觉得他我刚刚讲一个很就是母汤的东西，非常母汤。今天大家都怪怪的，都吃错药，都讲一些很特别的哦。补一下，这次真是神了，真是爱了。好。都市里面一年到头都吃一样的东西，对，因为繁忙的关系，所以人们都求有求快就好，所以就是都是吃差不多的，就是平常习惯的东西这样。那我们去看 Trickstar， 那个是什么？你是说这个跟刚刚有关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播到别首歌去了？现在要播林中庭的《渐渐被你吸引》。一个闪神就播到其他首歌去了，摸摸好激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好像有一段时间激动，可是我忘了是为什么，为了什么激动。阿哲说不运动加吃垃圾食物我就胖了，对不对？垃圾食物也是不会饱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如果都吃垃圾食物，那一定胖爆。有人提到我吗？我提到你啊，我说你的歌已经要来了，我都被奇怪的过度解，我都。被奇怪的过度解读，
也没有啦，我觉得是你给人家的形象营造的感觉，人家都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那样想的，所以才会是这种你所谓的奇怪的过度解读。就像我啊，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懂的。所以玩笑话不要轻易的乱说。我说你啦，针对你。黑柳星说：“嗡嗡也是大胃王，我普通哎、欸，就是比一般女生再会吃一点吧，应该算是。继续吃好了，把它吃完。我的偶像是木下佑香，我每次半夜都会看他的影片，然后饿得要死再去拿东西吃，哇，非常的享受。”你又说来了，我最常念错的 perfection gimmick， 我现在已经记住了好吗？我不会念错，我记得我上次念错了800次，然后你很生气。林中庭说你要点播跑跑卡丁车多人大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要告诉我是跑跑卡丁车的音乐哦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去下载一下，哎，跑跑卡丁车多人大厅，现在来下载一下好了。跑跑卡丁车，威武独尊，下载一下，有点怀旧。威武独尊 download 下载，怀旧一下。我之前还有玩那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这个游戏，天涯明月，天涯明月刀，前阵子有玩。跑跑卡丁车，下载。风之谷也来玩一下好了，下载游戏。我晒伤之后也一段时间就白回来了。哦，对啊，皮肤白的通常都是晒伤，可是不会是晒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皮肤黑的人都是晒黑，就是你如果已经很黑，可能会再重新晒黑一次，可是皮肤就不太会晒伤或干嘛，就是会 得一些皮肤病，就是什么过度晒你的皮肤，然后它就会起疹子或是过敏，不会黑皮肤很少会这样子。像我就是啊，我说我爸的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吧，我以前是小黑鬼，真的。Triggers 就不用担心有脏话版本。那为什么米迦勒前面的东西被 ban 掉，我看不到了？你又说我出的这个游戏里的女主角制作人？哎，这个游戏里面女主角也是制作人的意思吗？跟偶像心愿很像，偶像心愿是经纪人。谢谢明君的贵族玫瑰。饭随偶像啊，指怎样？我吗？你要指我吗？怎么样？你要随我？我现在这个已经不叫偶像，这个、叫疯癫人了。就是没有吃药的，不要讲话，等下被出镜。阿哲说：“别乱说话，什么吃错药？我好多天没吃了。”不要这样子，我会怕阿哲，我会怕呢。你要好好吃药，一直吃药啦。跟我一样按时吃药，不按时吃药就会像我这样子啊？想跟我一样吗？路人一笑说：“我曾经立志要吃掉一片区域内的美食，但到头来最常吃的还是麦茶了。”你还自动帮我把那个麦当劳逼掉，没关系，麦当劳没有找我们业配，我们就是行个正坐的直，还是可以讲麦当劳的啊、哦。对，其实我好像也是哎、欸，就是曾经立志要吃完某一区的美食，这样子就发现有时候都嫌太远，不然就是好吧，我还是今天想吃就是这一家常吃的店，所以每一次永远都只吃那一家，然后那区的美食都被我遗忘，明明都很多人或是很好吃。对，我懂你的心情，我就是这样子。我一直以为口红是涂好涂满，你说我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换成飞儿乐团的歌？下一首是这个 AAA， 9550万点阅。哇，他名字好啊，不是他名字，他声音好好听哦。声音好奇奇的、啊。哦，这里声音好好听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
我喜欢，我超喜欢这个声音，是我的，也不算我的菜，就是我听到我会转过去看一下那个 MV， 不是，就是我可能会这样子留言，然后就是忘记我在播歌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声音会让我吓到。他这个专辑叫 AAA 吗？哎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是不是太落伍了？好像很有名。维基百科查一下，有点兴趣。哎，我这是现在才知道，哎，我好落伍哦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团体了，而且是女生。9550万点阅，真的是非常合理的。我喜欢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好喜欢哦，这是谁刚点的？哦，我下留言，回一下留言，我直接忘记留言这件事情，结果弄得好像都是涂一部分，然后用抿嘴的方式弄好。你说我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不喜欢涂满，因为我嘴巴是比较圆一点的，你们可以看。所以如果涂满，它就变成像一个圆形，就很丑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就会把它晕开，然后让外面的边界比较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这样 OK， 看起来嘴巴比较细长一点，修饰嘴巴的嘴那个形状。如果涂满会这样子，你要看吗？超好笑的。看图会。就变这样子，看这个看不到，哎，这个看不太清楚，就是变成像这样子，我觉得很不适合我，因为涂的感觉很比较成熟一点，还是你们觉得这样比较好看？我好像没有涂到。Echo 在线，你就是开了两个账号进来看我，我那样乱开玩笑好了，我要出门，不不，哎，对耶，国树，你现在可是你说你要出门，你还是挂在里面，我看到你的头贴，你说你4点要出门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看我，我知道啦。会不会我一句话说不要剪，你就真的不出去剪呐、啊？我这样是害人不浅呢，就是你想剪头发还不让你出去剪。汪汪算是很会吃了，对，最近很会吃，以前还好，以前是正常女生食量，现在是正常男生食量，耶、yeah! ！然后男生吃不完的，我都会就是啊，不行哎，其实也不太会，就是人家吃不完的，我会帮忙吃，可是不限男女。可是前提是要那个人跟我够好。一个影片的观看率，以后就很激动。不是，应该是我没有想到说六年前，因为六年前自己，2014年竟然会有这样的点阅，而且我听到音乐，我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是这么高的点阅，因为听到就很抓我的耳朵。对 ，Trickstar 也是这个游戏的团体，嗡嗡去看看。哦，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的分一开的非常多。刚刚到底是谁听这首歌的？我要刚好好道谢一下。我现在知道，就是我现在这么落伍，你知道这首歌。我喜欢。下一首跑跑卡丁车多人音乐大厅，多人大厅音乐。啊，好怀旧哦，这首歌。我以前有在玩跑跑卡丁车，所以我知道这首歌。
家都以为我现在是在玩跑跑卡丁车，然后开着我的大厅，没有进去游戏。结果是我要称霸这个区域的麦当劳。可是你麦当劳都吃同一家麦当劳吧，不是吧？这首我看一下。哎，你们点太，你们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摸蛮白的吗？其实生人的话可能是正常肤色啦，现在是正常肤色，再偏白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恶魔的英文，恶魔猎人5的主题曲，你们是想要点吗？还是其实你刚刚我说的那首更好听，是恶魔猎人3的主题曲？啊，怎么没了？恶魔猎人3主题曲，恶魔从不哭泣。这首的确不错，点播 Adas the Me。你们现在留言是不是好快？The Me 啊，你是说哦 Dim 吗？还是 The Me？ 我刚刚以为 The Me 是什么？是 Dim 吗？好 ，Dim。好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久红很久了、啊，上次上过红白唱这首歌好多次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在看红白，所以我不晓得、欸。哎，我现在知道，我知道路的，我喜欢。我等一下回去找一下他们的歌来听。讨厌，又要上班了，真不想到4:30。哎、欸，对，你4:30是不是要上班？你不是说你是今天5点可以，就是到5点才能下，才会关播吗？关播不是关播，就是关我的播。所以我今天要等不到你5点，对不对？你4:30就要关了，李佳乐。看这个表情，我真的是相当喜欢呢，是非常的。你说 AA 吗 ？Oh my god， 阿哲。超好听的哦，发现了我的最爱里面这首歌，而且我刚刚看到 MV， 你有种想莫名想落泪的感觉，哇，超好听的啦，没跟你开玩笑。国树好红，对，很红吧？因为刚刚是米嘉乐说我擦口红的方式嘛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奇怪啊？因为太红了，太红了，怕爆，我都忘记了我刚擦那么红的口红，把它涂掉。那么红已经是要参加晚宴的颜色啦。我很喜欢红色的，来一口水。嗨，你们的清纯嗡嗡重新上线，清纯，哪里怪怪的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就是只插一条线的原因喽。除非是要参加晚宴。好，我也是嘴巴很圆的，很红很好看。怎么有人说太红了恐怖？然后少凯说很红很好看，嘴唇涂黑就变成唐无语了。哎，唐无语我知道，你终于讲了一个我知道的角色。像新娘的口红颜色吗？新娘可能还会再浅一点点，他们就是那种比较偏裸色，不会那么红，因为红真的是气质会不太一样，太红了，而且感觉没有很平均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刚刚看着就是你们的，啊、看着我自己的镜头来擦。好，我们就让那个红唇的时间过去吧。虽然我刚刚已经让它待在我唇上10分钟了吧，忘记把它卸掉了。我绿豆汤还没喝完，所以还没出门啦。哦，是哦，那我看你等一下喝完你会不会出门？我就说国树不要出门，然后等一下你就会这个头还在里面，我说这个头贴还在里面，这个第三位也很好看啊，只是你现在来看需要鲜艳的衣服搭配，对，而且要晚妆，就是有化完妆之后，头发有稍微理一下，现在就不适合啦，知道吗？就很像那个小孩偷擦妈妈的口红一样，还涂得不均匀。这么红，感觉要参加喜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咯？这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炸鸡桶哎、欸，会油呢，我刚洗头呢。我洗干净的。Oh my god！ 这是我最喜
怎么用的、啊？你怎么用的、啊？还有这个铲子，这是我的手环吗 ？Hello， 这是我的手环吗？这个干嘛气呼呼？干嘛啦？好嘛，好，我带嘛，我带嘛，好嘛，来冲动了，冲动，冲动。我等一下要洗头了。这是我什么？哪会啊？你手艺这么好，还怕做不来哦？你做实体都不是问题，大量生产都不是问题，好吗？这手我记得不止六年，它是2013年放的耶，所以应该是比较晚放，对不对？跑跑卡丁车站，等一下来玩一下。好怀念的音乐，跑跑卡丁车出手游了吗？我相信手游应该不会跟 PC 一样经典吧，哈哈。下载大概五分钟，我把它删掉了。之前马里奥也有出啊，哎，不是首歌，马里奥也有出，马里奥赛车也有出手游版，就我玩了一下就把它删掉，我觉得那感觉不对，感觉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不对。小时候都在比舒适 Z 七的，哎、欸，其实我没有啊，我都是喜欢骑摩托车的那个，哈哈，还有鸭子车，那个我不知道名字叫什么。所以汪汪看了吗？我只有打开哎 Trickstar， 我还没有看他的维基百科。点播抱抱王村庄十，天哪，你现在是游戏系列喽？抱抱王，哎、欸，抱抱王我真的玩不好哎、欸，抱抱王，抱抱王。抱抱王村庄史，我真的很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玩村庄史、欸、我觉得很无聊。我喜欢玩特别的地图，像那个什么有幽灵的那种。村史真的好无聊、哦，我不喜欢。好了，其实我绝对不会说我每次玩村史我都是第一个死那个，因为它地形它就很多盒子要在就是盒子移动啊，然后不然躲到草丛里面干嘛？可是那个我真的。不太会去驾驭那张地图，是说我打字后开始挂听，过了好久，终于听到我的话题出现了。什么你的话题？我们刚刚聊了什么吗？音乐吗？还是什么 ？A A L。那是正常的时间啦。说什么正常的时间？今天改上班时间。哎、欸，对哦，对哦，好，没问题。没关系，有红包可以抢了，我要抢个红包。哎、欸，怎么没了？怎么没了？红包没了。四点半开始上班，一路上好上满法定工作时数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九分钟可以相处。啊、点首 Climax Jump。国树，你红豆汤不是绿豆汤吃完了没啊？你吃好久呢，是不是故意想要看我直播？炸鸡口味的香水，那个桶子里还是有炸鸡的味道，那一定洗不掉，好不好？装过炸的那个油腻的一定洗不掉哦，一定是。我看一下，有人要点播是吗？我笑死。你们真的很乐意看到我，就是很喜欢看到我出糗。帽子的部分，什么帽子都不习惯。问问可以换一首歌了，虽然这首我也挺喜欢的。你说刚刚那首歌吗？我已经换到这首，哦，一个小时的音乐。这首歌一个小时哎、欸。你刚刚说的 Ada Sting 吗？已经一个小时。好，来抱抱抱抱王春石。我打春石是那个哎、欸。就是人家的游戏画面哎、欸，然后一直有那个砰砰砰的声音。春石，这个是人家在打的游戏音乐啦。
你看，你看，砰砰砰砰砰砰。Woman Mr. Affection， 这声音听得我好焦虑，一直砰砰砰。我要换，看有没有那个主题曲背景音乐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它有很多的背景音乐，可是它没有村哦有哎、欸、是村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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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跑跑早就有手游，真假的？等下我看你们留言，看好好不玩。阿丽爱你爱阿丽很想你，怎么回事？单细胞帮我传话的意思吗？鸡蛋盒是灵魂，岳母加油再来一次。哦呀，那个他们好像现在在重新弄了，但是我没有想，我想到没有想到，我把那个头套一拆掉，他就整个这个分崩离析了啊！春时炸弹十五还到十四都很热门，对，但是我都不喜欢热门的地图，我都喜欢点冷门地图。阿丽表示爱你想你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里面刷阿丽和爱你想你？是阿丽跟我说的吗？阿丽要跟我说的是不是？我很久没见面了。这是桃花卡丁车音乐，好，这首 We Max Jump 是女神就举手，五天腋下油甘美白。谢谢红包，我刚刚没有抢到红包，讨厌。我想来点麦当劳的劲辣鸡腿堡配薯条可乐。嗯。我最爱阿丽的娇娇小朋友，红包帮阿丽发的。阿丽说她很爱你，我也很爱阿丽。不过现在大量涌入就是新朋友来着嘛，就是娇娇小朋友还没慢慢吃，有点大碗，好幸福。这个根本是甜蜜的复合吧，果蔬，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。等下自己来煮一下好了。不要被岳母听到，然后大家都说，到时候真的生帮我生绿豆汤出来，我会很拍死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没有在那个座位上，所以我可以尽情说。我只是想表达，等一下我想吃叉冰而已，没有真的要他煮。嗯，拿破里异国风很赞啊，拿破里讨厌那个炸鸡。啊，背景音乐有啊，背景音乐有在跑。黑友听说先去忙一下，先拜拜，拜拜。就是黑友是跟疯的男人一样，来得快去的也快。啊，你也太粗鲁了吧！你也太粗鲁了吧！我头太大，这戴不下，很痛哎、欸！而且我刘海怎么回事？好糟哦！理一下，理一下。我这跟砧板上的鱼一样，任你宰割。好痛哦！我头太大，戴不下。我这好像什么在 cosplay 那个某种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我现在心情复杂，真的要上班去了，一定要面对奥克了。米迦勒要走了，米迦勒拜拜，米迦勒离开了，自己的家养的玫瑰跟 love。忘了把音量调小就进来，嘿，但是我刚刚也没有就是做出那种会让耳机爆掉的事情啊，刚刚也没有。我看我被带动都很冷静的。耳膜小刺痛，
哎、欸，对，我刚刚也没有吧？他戴帽子已经大概是五分钟前的事情，还是我现在延迟五分钟的留言啊？点播这个是 SW3。好，有了。刚刚吃冰淇淋泡芙好好吃，现在换成变成你们在跟我炫耀你们在吃什么了，不是我在跟你们炫耀我吃什么了。你们是学坏了是不是？还是看到我每次吃那个直播都在吃东西，觉得心里不平衡，也要来拿点吃东西吃，然后还要顺便告诉我你们吃了什么？帽子真的越来越华丽了吗？这感觉已经，我现在已经不走，你知道，就是不走我自己的风格，已经走异国风了，每一次都是不同国家的东西。充满厨房感的灵魂设计，而且现在我的那个头上的那个汤匙被截掉了，中间还有一个木汤匙。Oh my god， 还有鸡蛋盒。酋长嬷嬷你好，这个不是酋长了，这个、感觉已经是什么活神活佛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头上的头饰比较华丽一点的。我看最上面的部分，还以为是苗疆女子呢，最上面的是这个。到底是什么啦？太大坨了吧？是什么杯子吗？这不会是我上次买的豆浆的杯子吧？还真的是，上面还有一个豆的图案。哦，有够重，还笑，嘿嘿，憋的笑嘞。练舞去了，嗡嗡拜拜。我录播要看到你喜欢 Trickstar 哪位哦？我可以现在告诉你我喜欢哪一位。我现在看一下他的头，不是头，看一下他们的图片。我觉得，我看一下，多看几张。可是我觉得这团还反而还好哎，就是。我想要看到他们平常的互动跟个性，我才可以选得出喜欢哪一个。不然其实都还好，对，都还好，黑发的吧，不要黑发算了，我觉得他都好像都还好哎。好，没关系，可能到时候有接触到才会知道自己喜欢哪一种。问一下，刚刚有点一首 AAA 的。阿哟那拉诺那首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我只有看到就是你刚刚点的那个练音的那个，我帮你点。那前提是我要先把这个歌名复制起来。A A A。这首。好。我妈以前是意大利名师，对吗？你太高抬她了，她哪个国家都可以做哎，她根本就是到处飞的那种。婆婆是光头吧？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某个国家供奉的神明之类，他们就会戴这种头饰，比较大一点，很像，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去的。战国无双四，丰臣秀吉超型。丰臣秀吉头上有这么华丽吗？他们武将打仗头上那么华丽，怎么弹？告诉我，都头就直接扭到，先这个什么抽筋干嘛，对吧？点首 Excite， 的 Excite， 哎呀！是谁的呢？是山姆大芝吗？这首也是相当多点阅，2800，真的很多了。三年前，摸好韩国语，填我名字。Oh my god！ 我 先不要，点播天秒云。
灰啊、天鸟云灰，天鸟。天鸟云灰，现在非常多首歌在点播，然后慢慢等了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豪华哥说，既然是厨房的用品，那请让我尊称你一声灶神，好像蛮适合的耶。灶神这个名字我喜欢，很符合今天的风格，异域风灶神。来，请问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请求呢？我可以帮你们伸出厨房的厨具来。只有厨房限定哦，厕所没有哦。你要我厕所的清洁剂没有哦，只有厨房清洁剂而已。林中庭说，丰臣秀吉在战国无双四就把太阳头盔拿掉了，那不然他没有戴头盔，他是戴什么？就是戴像我头上这样子那么花俏的东西吗？点播夏天的风，没问题。夏天的风。少凯说可以点我家的美好时光片尾曲那美好吗？可以，非常的长。我刚才想说哪一首哪一个才是要的歌名，美那美好是吗？那美好。有了。哦，好痛哦，头好痛，妈！好痛，我头好紧哦。战国无双二代跟三代都有穿太阳头盔，怎么这么细？你怎么会知道他二跟三跟四的差别是什么？不是只有纯粹玩游戏而已吗？不然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丰臣秀吉战国，我想看一下你说的太阳头盔。那个这个太阳长得像太阳那个刺刺的东西耶，好特别哦。那刺呢？我看它刺是什么？不像好不好？好啦，有点像啦。它头盔怎么那么华丽，而且这么高嘞？真是不可置信，非常的高哎。你们是没有看它的头盔长什么样子？你们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这不能转，它只能用内镜是吗？讨厌，你们看不到了，因为我现在固定我的直播架，所以现在拿不下来。考虑到安全和重量问题，来点塑胶或竹的厨具吧。塑胶有很安全吗？在我头上的话，塑胶可能会轻一点，没错啦。头上很重吗？东西超多，非常重，而且那个头上对我来说非常的轻，因为我头很大，它戴上去我整个头在胀痛。粉丝说什么？你很想我，你很爱我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他们跟我说，非常多人跟我说 ，Lily， 好久不见呢、欸，超级久不见呢、欸。阿丽，嗡嗡说，不，阿丽说嗡嗡在干嘛？我刚刚直接错乱呢，这是啥啦？这个掉了，这个，天哪！哦，好了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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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感谢感谢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要谢谢他？是他帮我做的，他帮我硬要套我头上的头套。好，是这样吧。
放弃人生了，就这样放飞自我。嗡嗡在干嘛？嗡嗡现在不知道嗡嗡在干嘛？嗡嗡现在非常的头脑混乱，因为我被套上了一个很奇怪的头套，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。好，阿力开完了，刚刚开完对不对？我们刚好时间错开耶，刚好就是不会卡到时间。阿力开完，阿力，我想念我，我也想你，我也好想你。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的感觉，除了练舞以外的时间都是很少见面。啊，好，哎咻，哎哎哎哎，变充分了，哎哎，好，就这样。阿瑞克说好美吗？好美。那个这个什么，我的天哪 啊！好，我懂的。什么？你说这个吗？蛋盒吗？对啊。这根本看不到是透明的，好吗？好傻眼哦。谢唱的掌声鼓励。我嗨什么？你看我的头，你不觉得？我激动是正常的吗？不激动才奇怪吧？好像我似乎已经习惯这个帽子的事情了。阿力他说他早早关播就是为了来看嗡嗡直播，没有，我会当真的。啊哈哈，阿力说的话我都信。啊，好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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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想你。真的，自从分组之后，真的好少都见到，好少见到阿力的感觉，就是二级生少合体啦。老实说。中二刘海，好中二哦，中二刘海，是这样吧？行动收纳翁。心动收纳，收纳的厨具吗？那我可以当环保餐具吗？不对，不对不对，你应该是习惯反应才对。的确啊，我已经播了好几个月，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帽子啊，太神奇了。每一次我一周播两天，两天都有不同的帽子，然后一个月这样几次啊，八次，八个不同的帽子哎。现在整理起来，应该把它放成就是一个相簿集，会非常的壮观吧？我说帽子的部分，至少十几顶来这个。阿力看一下我头，阿力还在里面，阿力不在里面了吧？莉莉，莉莉，莉莉还在吗？莉莉，莉莉，天哪！为什么你头贴？你头贴是我刚刚很无奈的表情呢？我妈创造无限。他今天那个上播前还跟我说，拜托我今天不会帮你做帽子的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想每次都有帽子，想让你们期待一下，就今天还是做了一个帽子。他根本就是你根本就是忍不住嘛，你的那个设计灵感源源不绝，然后每次都想要做不同的帽子给我。阿力出门了吧？哈，出门了，这么快？莉莉，莉莉，莉莉还不回来？钟离，莉莉钟离去了。等我毕业开一间帽子博物馆吗？不，先不要。那个帽子博物馆，你知道刚刚是之前我们戴过的那些帽子，全部都已经被拆掉了，很可惜。可以早点讲啊，早点讲，我们就是把它拍成一个作品集，然后每次帽子都不一样。我现在会不会变成帽子歌后二啊？二点零，帽子歌后二点零。阿力应该去忙，他只是来看我一下，不过这样也很好，因为你们刚刚说阿力很想我，可是他没有亲口来跟我说，那还是有差的，你知道吗？敲碗，我妈负责下个月升鞋造型。我相信这样子，其他前辈们应该会很傻眼吧。毕竟我是走这个比较异域风格，而且是不同的那种，不是主流美啊，不是标准美。阿力被吓到离开，因为我刚刚听到阿力的时候，看到阿力来的时候，我就疯狂的大叫，他应该是被我吓走，觉得耳机爆掉了。没有啦，不要挑拨，不要挑拨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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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是去真的去忙了。可以哦，帽子典藏，
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这个大概估计下播之后也会把它拆掉了，因为毕竟上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，什么帽子、杯子啊、鸡蛋盒都来的。而且它本身是个炸鸡桶，别忘了。我今天一定把它腌变证据。炸鸡桶实在是有那个炸鸡味太臭了，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播到下一首歌去了？下一首歌这个是 SW3。这个是战国无双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一二三四五六首在点播，在等着要播中。前辈要先放下偶包，像跟我一样吗？但是我是不具备偶包的一个人，我是连偶包都没得捡的那种偶像。偶像自己讲，自己讲偶像都觉得奇怪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谢谢空白的眼睛也唱中。啊，天哪！至少有初代神帽水桶可以永世流传。哎、欸，对，那时候是非常，我都想那个，突然想起来，第一代的帽子是什么都没有加工过之后，就是一个水桶放在我头上的，就是最原始的水那个水桶帽、欸。哎，像现在是什么头上都会有那种奇怪的厨具在头上。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前的水桶，简洁有力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好记，就是看到的是一个水桶。就那水桶已经不复存在了，还在吗？妈，还在吗？他可能回去就是进化值守了吧，就是回去当好好当他的一个水桶，然后拿去拖地之类的。哎，子红老师来了，加子红老师，水桶很经典，而且很好看，重点是很 fashion， 我喜欢，我最喜欢水桶了，大于切 ，OK。救人开始了，为什么要救人？你说 SW 吗？拿玻璃可以找嗡嗡代言了，每一家的食物店都可以来找我代言，我还帮他们就是推广了这么多食物产品，说好吃的。水桶最服贴头型，对啊，那个水桶其实还比较偏宽一点呢，就是我头再大都戴得进去，我还是最喜欢那一顶。想念那个水桶妹妹，那个做作的水桶妹妹，别叫她再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水桶不在，那妹妹也不会在了。好了，切割吧。这个三分钟啊，这首歌。下一首是 AAA 的歌。哦，这节奏我喜欢。我大声一点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。啊、哦，这背景好好看哦！直接变无脑粉丝的部分。是不是只有我不知道 AAA 啊？真的很好听哦！我觉得他们的主唱的这个他们几个人唱歌的声音都很有灵魂。这就让我为什么这么惊艳的原因，不是说他声音特质特别好，是他唱歌很有灵魂的感觉，不觉得吗？不觉得吗？不觉得吗？嗡嗡的耳环好好看，哎，对，我今天难得露出耳环，你现在发现，我之前前阵子才带回来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戴耳环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刚问了什么，为什么说你也不知道？那个高音好像大声哦 ，Big Bang 的大声。Oh my god， 我喜欢。风格我是好爱哦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首歌。第一首歌让我真的很惊艳。啊！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！我被圈了，我被圈了，我被圈了！我刚刚讲了800次，我被圈了。而且 MV 好好看哦，明明就只有几个镜位而已，就是可能只是谁在唱歌，就把它 take， 就是
拍他在唱歌的样子而已，可是好吸引人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今天播到几点？今天播到5:40，哎，对，40分。一唱歌就看到灵魂，是不是有点恐怖？不是，我是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因为我是认真的说，如果灵魂这件事是怎么讲，就是他唱歌不是只有在唱歌而已，就是可以唱出这首歌的想传达的意境，而且他声音很有延展力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是很有延展力，然后很舒服的声音，非常。我也比较喜欢前一首，不过都好听，对，真的，而且 MV 好看啊，真的。他们都很有那个成员之间，就是成员个人的特色跟魅力，真的。完蛋了，好喜欢！这是组合，每位都是无可取代的存在，已经深植人心。真的是很久以前的团体了，我现在知道，我好入骨。我怎么相见恨晚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相见恨晚，就用在这边。谢谢子恒老师的口罩，你知道我的下巴直接穿出那个口罩吗？重新来一首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。Something just like this， 我打 something 就有了。然后，那我就再点播《紫锦囊》。1234567个人。而且好像很少那种男女一起组团体的，以前才有，以前比较流行男女一起组团体，现在的话都是要么男团，要么女团。仙境里拍 MV 的意思，虽然应该是绿 key 版。好，下一首是 Excite。今天要来一首霹雳的歌吗？子宏老师，童勋嘴巴太大，口罩遮不住，是下巴太尖，直接刺出那個口罩，直接变成就是针跟针一样的那个存在了，下巴。谢谢海豚的看好你哦，跟蓝色英语棒。帮老师点首杰空杰歌，让童勋喊榜。不要，你们每次叫我喊榜的歌都很难念，非常难念。等一下先过滤看看，如果适合我再来喊榜，不然我觉得你会弄死我。空杰。空杰歌。我要点一首 46 团的歌，你找基本版的君权里 OK。哇，现在很多手在等哦，不知道今天不播的完。谢谢陈老师的口罩，你是直接送口罩给我。而且我发现你竟然没有看到我的头贴，很惊讶，不是头贴，看到我现在头上的东西很惊讶，哎，没有人感到惊讶吗？我说刚进来的人们。这首好念的空空空，第三季生死斗 PK 下巴刺穿纸吗？啊哈，
第三季生死斗，我觉得我现在很适合上去，哎，就是第三季什么民国生死斗，然后我可以上去就是 show my 帽子 ，OK。谢谢柠檬儿的双子宝宝，谢谢你。空劫半身功的节奏不太适合文武念榜的节奏啦，但是是不错的，是不是？我就说你们今天要我喊榜，每次要我喊榜的歌没有一首是适合喊榜的，超难的好吗？吓死人了。好，下一首是《天秒云辉》。天秒云辉，看看。我觉得我好像很久没有唱歌了，对不对？很久没有听到我唱歌了。我觉得我戴着这个帽子唱歌，感觉会蛮新奇的，那个视觉跟听觉的体验。第一次来才会惊讶吧，每一次来帽子都不一样，你们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反而是我自己还没有习惯，你知道吗？童勋老师已经习惯了，除非你画小丑妆，老师才会吓到。哎，可以耶，下次我画小丑妆，然后不要告诉你们无预警的直接上播，你们应该会直接关播，说是谁啊？是摸摸被盗吗？还是怎样？我是真的蛮想画小丑妆的，是真的小丑，就是咧嘴到这边那个小丑妆，很好看。点播素环真超早期配乐。这个歌名也太特别了，超早期配乐。哎，真的有啊，有打素环真超早期配乐，还真的有，非常久。修帽子的画面太刺激了。啊啊，怎么是吊嘎？这个不是吊嘎，这是小背心啦，怎么样？还行吗？今天给你们不一样体验，虽然跟我帽子不搭就是了，因为不是我们戴啊。好吧，也是，你们就是来看我每次帽子长什么样子就可以签到离开了。讨厌，不要，过程也是很重要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谢谢紫红老师的蓝色应援棒，是小丑女哦，不是小丑女哦，是小丑。我不喜欢小丑，没有，我是说妆的话，我想画小丑妆，没错，我不是小丑女的妆，因为小丑女的妆其实还算好看，可是小丑妆真的是比较疯狂一点，我喜欢那种疯狂的感觉，我喜欢。点首 Be the One， 今天可能播不完，今天还好多首在等。讨厌，你们播得太勤劳了，我必须把它写起来，不然下次就忘记了。先把它写起来好了。是字写漂亮点，反正你现在点歌点多慢，你就一首一首写。哎，你我打，哎，你知道我打空劫歌就出现什么？空劫歌，然后出现吴志祥啊，所以他有什么关键字吗？我打空劫歌找不出来。之前有说过啊，如果再加上墨具更赞。如果整层都是墨具的话，相信那些挂听的人应该都不会想在那里念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听不到声音，全程墨具。虽然我很想，童勋老师觉得你今天有汗臭味，这吴秀梯好像刚打完球回来，没有好不好？隔着荧幕都可以闻到味道了吗？我根本今天都没有出门晒，我现在是。一个就是没有在流汗的状态 ，OK。而且我打球也不会穿这样，我打球这样很暴露哎，非常的暴露。而且比起篮球的话，我更喜欢打排球，最喜欢排球。刚有人点夏天的风吗？有人点夏天的风吗？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。举沧浪，酌成，等下，酌成音清月，什么鹅？望清明，就是出场诗就对了。谁的出场诗呢？我以为肌肉会乍现，掐爆你。有哦，我有肌肉哦。有没有？超级违和的吧！我的天哪，我太好 Q 了，太好 Q 了！而且我左手跟右手的细度不一样，我右手比较细，我是右撇子，可是我右手力气比较小，可是我左手力气就很大，非常的大，所以我这手的那个肌肉就比较大块一点。
你说手说到小猪，那来一首习惯就好吧？不能啦，可以播吗？这播了我大概会被直接永久ban台了吧？这可以播吗？嗨，慧香来了，慧香，慧香永远都这个比较晚的时间来，你是刚下班吗？哇，这个怎么了？被我吓到了吗？造型升级，这是啥东东啊？搜寻空姐半身功，空姐半身。我这样子是不是跟那个甘露寺蜜梨一样啊？肌肉的部分。刚那个出场诗是余晖子的哦，我为什么都记得啊？你都把它背起来了，太神了吧！我右撇子，右手力量大，我右手真的就没什么肌肉，就是看没有感觉对不对？有一点啊。然后这手就是，哈哈，好恶心啊！好恶心，我自己都不敢直视了，我的天。摸摸有小肌肉，对，这应该不是小肌肉，就是中肌肉，中肌肉可以播。我刚下课，习惯就好嘛，好，可以播，好，行，那我就把它排在后面。我相信习惯就好这首歌应该现在破了超级多的点阅。原本是要点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，不过算了没关系啊。真的吗？现在你直接歪掉变成这是谁啊？温岚哦，温岚的夏天的风，原味觉醒，没关系，其实你可以跟我说的夏天的风直接帮你播。上课辛苦，阿力也是左撇子，我是右撇子，我不是左撇子，只是我左手力气比较大，超奇怪的吧？差很多耶，是不是很恐怖吧？我根本就是练柱吧？还是其实我是练柱本人，只是我胸没有那么大而已。嗨，滴滴王，动力王，嗨，我叫你动力王好了，习惯。童勋老师觉得每次点都点男生的歌很不好意思，不然你要点女生的歌吗？又没有不分男女，男歌手、女生、女歌手没有分别的好吗？还歪一点，这样比较中二。夏天的风吹入老师心中，哇哦，非常会现学现卖。左手用的比较勤，应该是，就是我只要提中午，我都一定会用左手提，因为左手力气比较大，右手很快就没有力气。行动的肌肉棒。国树来了，国树你不是去剪头发吗？国树，嗨，国树出生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三四五六七。老师点佳丽的歌好了，情人跟说不哭，情人跟情人还有说不哭是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写起来好了，决定快来不及。我字还是很可以看的，我认真写起来字是可以看的 ，OK。超早期配乐，我先把它写起来啊！你们慢慢留言，可以去点歌，反正应该有可能也是下次播了。素环真，超早期。对啊，我字还是可以看着，虽然很久没写字，有点歪歪的。The one， 啊，习惯就好。
没了。好的，看一下，好，佳丽。闪人拜拜，向阳拜拜。今天看完鬼片2049很感动，已经出了吗？2049，我上次听到是2003，对不对？直接不能剧透，这边因为很多人应该没有看到这么后面。林哥，你说我是因为有脑伤才用左手的，你说你右左脑吗？左脑伤吗？还是怎么？为什么会有伤？我刚刚骑到理发厅啊，叫我出声，我就出声。你谁啊？我是嗡嗡，嗨，不然我要说我是谁？国树怎么变小可爱？他已经变很久啦、啊，他今天来的时候就变小可爱，上次还不是，上次是膝盖绑，对我记得。老师把佳丽的名字打错，是佳丽哦，不是婷丽，也老师不是家属。OK， 谢谢。佳丽，好，然后是擦擦笔。突然想唱歌，来唱首歌好了，送给你们，用首歌，用现在这个帽子来唱歌。怎样爱你的风出我的爱，孤单也很精彩。有什么歌可以唱呢？唱歌。旁边有没有崔健来？快乐崇拜，我知道了。这首好了，我应该没有唱过这个。
痛过的美丽，能将冉冉升起。想起的我，想起了你，能跨过的难过。听发出的警告，女警的眼底，让叫人烧死。林中庭辛苦了，真的。少凯说出了204集，我爆雷的话会被打爆。对，因为204、203应该都是蛮关键的集数，所以说我们其实也都不能讲了。那过大战的过程可以讲，可是不能讲谁牺牲了，或是谁挂了，或是怎么样都不能讲。好想讲，好想剧透，可是因为。没有人，大家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后面，就是没有漫画档，都是动画档比较多。同勋今天聊好像麦当劳，老师要去买个双层吉士牛肉套餐，哈，这个就是中二刘海啊，中二刘那个刘海中间才会有一撮这个 M 型刘海的。小可爱是瑞婷前辈的粉丝哦，真的吗？好的好的，我现在记起来了。我看看是谁，哇哇哇哇哇，怎么那么多留言？陈琳老师的年轮说：“没错，是的，是的，谢谢海豚的蓝色应援棒。”老师再点一首节奏慢的歌，《预言家》。预言家，等一下要去吃饭了，这么早吃的吗？五点吃饭的，谢谢空白，谢谢空白。哎，干嘛？没有。干嘛掉？让你轻松一点。啊！闷住了好久了，闷超久，算了，放下好了。唱歌真的会越唱越上瘾，怎么办？现在有想唱泡沫，之前有听过我唱泡沫吗？好像没有齁，唱之后最后这个最后一首歌泡沫。其实也不一定最后一首歌，我想先把你们前面的歌播完。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，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？你的谎言，给予你爱爱我。美丽的泡沫，虽然一刹花火，你所有承诺，虽然都太脆弱，难得像泡沫。如果能够看破，有什么难过？走。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。
心不是折磨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，岁月一场花火，你所有承诺，虽然都太脆弱，爱本是泡沫。好久没唱歌了，那感觉，什么意思？汪汪说的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老师要剧透，炭治郎全家都死，那个第一集就知道的事情啦，老师。汪汪突然，汪妈突然放弃人设，怎么回事？他说想让我唱歌轻松一点，不然我觉得。他应该是怕我就是戴了头套之后唱歌唱不好之类的，或是不能好好唱歌。母亲真体贴，同学亲妈妈一下，老师讲话就很好笑。妈咪啊，喂喂喂喂喂，喂喂，好假！他摸出了一句好假。手机烫爆，唱完歌才烫爆吼。不要，童星会学杰伦早期咬字不清唱歌吗？听妈妈，不会耶，不会。我这样唱歌还被说不清楚哎，就是没有到咬字很清楚，但是还是在练习，就是咬字清楚的部分。一下回来，一下课回来就听到汪汪唱歌。对啊，很久没唱了。我之前直播都一直在聊天，都忘记唱歌这回事了。童勋比贾老师还假，比贾子宏老师还假，比你还假。谢谢海豚的掌声鼓励。唱歌开启话匣子，唱歌开启歌匣子才对。有些伤痕像场大火，哎，把心烧焦难以复活，不碰了。
边有好多歌可以唱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不对，老师怎么呛自己？比你自己还假这样子，其实也还好啦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叫贾子红老师。童勋上次看女生版的《你好不好》吗？女生版《你好不好》，女版，女伴奏。Female pitch two， 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它还不够高。女版伴奏纯音乐，这不知道够不够哎。笑着走了。
对我来说太低了。它如果再高一个 pitch， 我会舒服一点点。它卡在一个就是真假音要转换的地方，就是没有很舒服的感觉。同勋其实这首不是你好不好，但是所以老师不说破啊，这不是你好不好吗？哎，这是怎么了耶？哎，这是怎么嘞？对耶，可是我刚刚打你好不好就出现你怎么了？奇怪，好，没关系，再还你一首歌。对我好，这首你好不好？我唱的怎么了啦？讨厌，忘记了。假音好像变成直接高音带过吗？那个其实是真假音。我假音会比较太实，没有那么虚的感觉，就是比较实一点，就是真假音。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？熬夜工作又睡不好。业余的，这首还低吗？偏低，其实现在这个就刚好。别说你曾经爱过我，别说
的节奏，这个是人家 cover 版的。好，女生唱男生的歌本来就很难唱，对啊，就是那个 key 会抓不准，不然就是我要自己升 key。哇，童勋刚那段怎么了？没跟着唱上去？你说刚刚那个你曾经爱过我这个吗？谢谢子红老师的蓝色应援棒，还有这是什么？我打开我看中了10倍，获得20浪花，还获得了爱的小熊碎片一个。哇，一个荧光棒就中了呀，好强哦！哎，原来不是哦，笑死！哎，我真的，我那时候唱的，因为我觉得周兴哲的歌都很像，所以唱的都不会觉得说是唱错歌。童勋好不好？怎么了？傻傻分不清楚，很像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很像啊！谢谢柠檬人的掌声鼓励，还有谢谢子红老师的荧光棒。嗨，一凯，一凯，好久不见。不对，是谢谢你的紫色康乃馨，紫色康乃馨昨天了，昨天才是康乃馨。哎呀，还要点什么歌吗？给你们最后一首扣打，因为，哎，对，我还有其他人的歌没有播，我把它写起来好了。那美好，唱歌唱到一个忘我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Something just like this. Oh, 紧张。紫锦呢？好，我看看。因为普遍来说，以同音度来说，男生会唱的会比女生高音。哦，对，所以刚刚转换的时候稍微有一点，就是你看它明明前面很低，然后后面就超级无敌高的，所以女生唱男生的歌高八度会很难，是直接会变成海豚音了。刚刚好像是高4度吧，刚刚那首歌应该是。我一个孩子，你那边还来得及？他刚刚说了什么吗？哦，紫色康乃馨，哈哈。昨天其实今天也很多人说唱康乃馨，不是只有他那边还来得及。唱首文音的最幸福的事吗？可是我不太会唱欸，那首歌我只有听过，不会唱。还有其他吗？我可能只会唱一句而已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。黑流星回来了，黑流星。爱到站了，都不会怎么办？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子继续点歌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可能找一两首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歌，大家都知道的歌。我回来了，还要赶上，已经剩下7分钟了，可是我唱完一首歌韩版完，然后我就要可要三点拍了，还好你有赶上，可是我刚刚唱了两首歌，你没有听到。燕姿的开始懂了。开始懂了，这首歌也有点久了，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熟，就是。我可能只会副歌而已。以前小时候很不爱听孙燕姿的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长大才知道孙燕姿的好。没呀，我刚刚不是说在忙，没错，就说要先去忙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等一下回来之类的。买醉的人亮，你是要点歌吗？林中庭，我帮你点在就是本子里面。只是爬上来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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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
表白会唱吗？你说孙燕姿的表白吗？还是谁的表白？不行，我觉得我跟老师的歌没有搭上线。老师，老师年轻一点，老师。我都回来了，问我还没关。对，我今天看到40分。所以问我有说他喜欢 Trickstar 哪一个吗？我说我选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马上就 get 到那个烟雾，没有马上就 get 到。但是那个银发那个，我就马上 get 到，这样子。嗨起来的歌啊，你是说萧亚轩的表白吗？表白我应该会哦。表白大家知道吗？看一下，不是我想听看看买醉的人你怎么唱吗？买醉的人也要我会唱，我的歌很口袋很浅的，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就是叫人们点歌，因为这样的话随便的话我每一首歌没有听过，这样很困难。现在才忙后就直接下班回家了，现在才刚到家。哇，这个是大声吧？平常不怕说出口，但想你身边时候，突然感觉好害羞。You make me so shy, every time we walk by, 怎么我会变这样？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没有过这感觉。好，不会唱这边。失去控制，当然还是自由。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指挥这边，前面那个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说不出口，这边难。我一直很有自信，平常无法说出口，但是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。So shy, every time you walk by, 怎么我会变这样？身体不听我的，从没有过这感觉。情苦日日是 Dude, I just know I feel right, the way, the为什么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这是什么？你打动我的心，我整个 feel like I'm out of control。不知道是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好，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很适合这种就是很 hop 的歌，好不好？ hop 的歌不太适合。老师好像有点嗨了，有点嗨歌啊，跟着我有小嗨啊，没有到大嗨，大嗨大概是离开地球表面的样子吧。翁，你看 Trickstar 了没？我刚刚看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大概我选不太出来耶，黑发那个吧，不然就是有扎起那个小马尾那个，往上撩起来那个。老师想跟郑东漂白，那个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童勋的音色还是比较适合唱听见下雨声音那种的，我也觉得我声音比较不太适合唱这种比较嗨的歌，有点难。我现在听到这首歌脑中画面是台下的地藏海，
你想说地中海、地上海？如云的路线，对。可是我的偶像是魏如萱。那我之前不知道你们听过一首歌，是魏如云的《掏空》哎。掏空我，坠落前车开一宿，放下你尘封已久的执着。啊，都已经大概十年有了吧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韩榜了，我已经嗨了一个忘记韩榜了。韩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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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有人叫我用空姐半身功来韩榜吗？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。现在开始韩榜第十三名是明基明基哈喽哇，这什么？哎，不行啦，他忽快忽慢的。哈哈哈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。第十三名。这首歌有一点慢，可能会不太习惯。哎，有一点像敲锣打鼓的铿铿锵。第十二名是北原神推，北原神推现在好像不在里面。今天韩榜的大部分人都不在直播间。第十一名是米嘉乐，米嘉乐说他换班，四点半去上班，不哭再见。第十名是剪头发的国树，国树刚刚走心，好像真的跑离开了我的直播间。然后呢，不知道他剪完头发回来没。第九名是我的天哪，这个是少凯，少凯 OK， 少凯不要啦，谁提的这个鬼主意啊，还是用 happy 好了。Happy， 这个鬼主意真的忽快忽慢的歌，一定是老师，一定是贾子弘老师。第十九名哦，不对，第十九名是什么？第九名是孙少凯。少凯每一次都说我的口红好好看，其实我根本什么都没擦，还有我的耳环。第八名是第二次来看我的夜雨苍生，希望他每一次都会来看我，跟我聊聊天，你们就可以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也不错吧。第七名是桃花哥，桃花哥，嗨，桃花哥在里面，我知道，你不用说，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，里面有谁在陪我聊天。第六名是你哟，你又回来了，今天推荐我很多的团体，还有小鲜肉们，让我跟我选择。第五名是海豚，海豚今天很，我要讲什么？很什么？让我想到那个词什么？海豚今天很积极的点歌，平常都很不好意思跟我点，你看林中庭都每一次都点十首歌，所以都不用跟我客气，要点几首就点几首。第四名是嘉阳，哎，嘉阳好像已经不在直播间，他说要去忙就离开了。第三名是空白，哎，空白，其实空白这几次都比较少来，是不是因为上班时间还是上课时间打到呢？现在五点应该是非常塞车时间，大家都下班准备赶来看我直播，但是我的直播即将要结束，他们看不到我，真是可惜，没听到我唱歌。第二名柠檬，柠檬，哎，柠檬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，每一次都会看到柠檬在榜上，而且不离不弃的陪在我的直播间，每一次都来报道，超级感动。第一名又是子弘老师，不要问什么又说又，因为每一次前三名都有子弘老师，真的非常的失踪。有几次子弘老师没有来看我直播，我都很焦虑，因为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，好像是效果吧。因为今天人比较少，如果子弘老师多说几句话，直播间就会很嗨，就像是刚刚那首表白，嘿，表白，就像对你表白。好了，这样子，今天韩榜敷衍对不对？因为我开始想睡觉了。我问我第几名啊？我看一下，
到中庭呢？你今天没有在榜上，我看看，本场榜没有在里面，没有看到你。我看看，我真的拿来练榜，就是刚刚不知道谁啊，是桃花哥说不适合练榜，然后是子红老师说你可以用空杰哥来喊榜，就发现他忽快忽慢。我跟你说，刚刚那个超难过的地方超棒的，我可以，就如果是重复那边的话，我可以喊喊榜。每一天都来，每一次喊榜都那个音乐，我觉得比 Happy 好，因为 Happy 好腻，超吵的，把它关掉，超吵的。就是我觉得空姐哥可以适合，有没有类似这种，就是敲锣打鼓的音乐，然后是持续的，没有那种忽快忽慢的节奏啊？我想要拿来下次喊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空白在，空白这次在第几名？看看你们的留言，柠檬。柠檬子今天都李老师林老师啦，哈哈，他有理你啊，柠檬子有理你，他是叫柠檬儿，柠檬子忘记打不，竟然歌曲结合了，没办法，刚刚那首歌喊不下去，太慢了，又快又慢的，甩锅甩到我这来是 Hello 中原不败，不是你点的啦，刚刚是谁点的？地藏海可以去 YT 搜寻萧亚轩的萧亚轩尴尬，尴尬，燕归人，哎、欸，你们现在聊霹雳吗？好了，在你们聊霹雳的时候，我来可爱三连拍，你们看你们手速快不快喽？可爱三连拍，我的帽子呢 ？Hello， 你的帽子，我的帽子，鸡腿帽没有就算喽，鸡腿帽，鸡腿帽，鸡腿帽。你真的要帮我拿鸡腿帽？鸡腿帽！中原不败可以喊榜哦，你是问号还是？哈，你用这个、哦、啊，拆掉了、哦。你这样子，我是在帮拿玻璃打广告呢。好啦，他说这个是轻装版的，轻装版的。好，今天可爱三连拍，可爱，可爱三连拍，好，可爱三连拍，这个可爱不起来吧？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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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掏出可爱，好，可爱，可爱，可爱，这样子好了，一、二。极限了，极限了！哎、欸，我不要这个帽子，我想要刚刚那个异域风帽子，那异域风帽子比较好看。哪一个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拿玻璃美少女，落日一笑。对。对，这个已经是帮他们业配了，好吗？刚刚那帽子好看很多哦，不要，来不及了，我刚拍完了，我拍完了，你刚刚都不放上去，明明就很好看，没关系，粉丝应该有截图对吧？我知道我粉丝截图了。老师看了这可爱三连拍，看了三连拍饿了什么？对，我刚刚那个炸鸡还没吃完，大家可以再去补吃几只，好爽啊！刚刚没有在你们面前吃，怕被你们讨厌。虽然我一直说要去吃那个买一桶炸鸡，然后就是边直播边嗑，然后直播就是一直在嗑炸鸡，但是我昨天先把它吃完了 ，sorry 了，昨天受不了就先吃了。加子红老师好，他已经来很久了，洛瑞小。三连拍都是老动作，觉得不行，没办法嘛，人家不然怎么办？我的三连拍没有其他动作啦，我想想看，三连拍老动作，不要老动作，那就是耶、yeah! 一屁孩系列，好二三，很怂哎、欸。很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好怂啊！不行不行，给我一个三，是什么？锅盖给你，三三三三，合体，好了好了，诚意够了吧？超够了，今天六张了，还存六张了，够了吧？为了你这句老动作，
讨厌，人家已经就是灵感全部都用在其他地方了，没有用在动作上面。你知道我就是不太会拍照，也不太会摆动作，所以我每次拍照都会在那边就是肢体扭动啊，然后想说可不可以衍生出新的动作来。我到底看了什么？同心大肠，哎、欸，好像啊，大肠精，第六张有梗，都已经说是可爱三连拍了，好吗？我们今天没有要搞笑，我如果不做就是可爱。